到不熟的人。对对对，他很棒，来保护你呢。但是你要帮他哈、哦，让他脱掉哈、哦。希望他以后当人了，好不好？念佛，好，嘿，祝福你哦，婷婷。哎呀，你真的很棒呢，也希望你能够呢哈、哦，透过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佩啊、哦，谢谢佩伦啊，我们这一位很忠哦，希望回家。我们这一次是行脚台湾，刚好第二天，对，那我们大概八点十点就试着在台湾的第一站第一次行脚台湾，就让人们陪福，不管狗狗猫猫有没有啊，他们也希望能够将这个福报来转为他们的智慧。对，我们今天会在那个美术馆啊，婷婷祝福你了。好，感恩阿弥陀佛，佩伦祝福你哦。我是想要拍那只手。